来的时候他在前面呢，他把他的大姐把那个他的车给超掉了，所以他在前面了现在。哎呀，今天漂亮了吗？过来拿点水给我喝了。后面还有一个谁啊？来不及，本来就来不及了，还来不及，来不及。大家好，我是康康，我的现在是第二次回来了，现在在这里等箱子，现在车厢。我的第二车都回来了，这大姐第一车才去，然后给她大姐打了个电话，我说赶紧过来，咱们俩一块等箱子。然后大姐说，我看你们起来都早，然后我就起来晚一点了，然后在家里边做了一个牛排，又做了一个什么菜我忘了，反正做了两个菜呢，反正做了菜带出来，当早餐吃。早餐吃牛排在我们国内还是非常的少见的。这个干嘛那么补啊，是不是问一下是不是准备要小孩了，所以才这么备孕呢？哎，我这被拿来我也不想套，我今天突然那样懒得慌，不想弄，我想给他罩上呢。你这牛奶啊，你喝一个呗。你早上的牛排呢？牛排的那还剩两点，快给你吃，你不吃凉了。是牛排啊。我这李子用筷子没有了。没事，我用这个吃。你那插不动，牛排上插不动。牛排插不动，你用这个插。用这个。你让我用这个吃啊。你那个吃是吗？你差不多，那差不多。吃完你怎么写字啊？这有几个嘞？有盘布吗？没有，差不多我就下手了。差得多吗？这是牛肉肯定有劲道的，好不好？凉了呀。这个牛排炖了多久啊？牛排这就是用干锅蒸的。干锅蒸的。牛排是。很有嚼劲的呀。那牛排真的可以啊！今天弄好好吃。今天我有点，就是略微有点咸。就这个昨天他腌的，我腌刚好，他给我腌的不好。我说他说我看你腌弄的，我说你看我弄的比我好吃。我教你啊，人牛排要放点盐和糖。我们弄的原汁原味，啥都放。他放老抽多了，再放一点点，水分不够。我弄的好吃的很。你铺点东西准备睡觉啊？你两块是不是都给我留的？那我吃完之后都不好意思啊。你吃完还不好意思？啊。好。我是原汁原味的，纯牛肉，别那个，我什么都没吃到。我喜欢吃原汁原味的。我知道你还喜欢吃嫩的。还嫩一点。嗯。我吃了七分熟，这个已经太熟了。这华林宾馆。我就喜欢，不咋地，给他弄的舒舒服服的。是吧？这边有驻车空调，还有吃的，还有喝的。牛奶你喝嘞？你这样一说，我不喝怪不好意思的。你喝呗，我这背着还得照。跑之后以后晚上都可以不用回家了。那不行。白天稍微休息一下，你还把这个当家了呀？我这也不行的。我要吃好住好就行了。现在我不求穿了，
以前还想穿好，还想这样好那样好，现在啥也不求了，就有吃好住好就拉倒啊。你现在穿的也行啊。你看我穿的都不是真的。嗯，你哪天来个裙子，穿个裙子来开车。我穿裙子，我来这里，我去开车大车，全部都重新现买的，这些不值钱的东西穿的，这个衣服都是网上买的。这衣服也是网上买的。你好歹也能网上买个衣服，我连衣服都没从网上买，都是旧的。今天我是穿这个，那个售票的还说，你去喝喜酒啊？我说等你三次、二次结婚，我就喝喜酒啊。等你当二次、三次当新郎官，我去喝喜酒。他笑得屁颠屁。你穿这个，你穿那个衣服怎么像喝喜酒的啊？他说你穿的衣服太好了，是吗？开车的呀，是喝喜酒去的。我说等你二次、三次当新郎官，像当新郎的时候，是不像开车的。你还穿、还穿那个套装，职业套装还弄一个，职业套装。也没法走，也没法弄。嗯，这可以啊，这床都铺好了，被子也铺好了。没法走，没法弄。嗯。床铺好了，被子铺好了，就缺个男的啊。车上也不缺人。你一大早上都吃牛排，这个伙食不要太硬啊。嗯。早上我起来做的。嗯，你是不是准备要小孩呢？人家说要，人家也不能给呀。你准备不准备结完婚之后要再要个小孩？不知道。你还真在考虑啊？啊？对。你还真考虑一下再要个小孩？你别考虑了，你这属于大龄产妇，这不危险呢？这不是问题，都不是问题。